我大姐打电话你那不闹的呀哈，我姐查姐的，那我姐我把四百元补该交，三百我有姐姐的喽，哦，三百块两百，你先去报，你有单没有的？爱家全部啊，四个客人了，好不？三百我有姐姐的喽，哇，哎，我花三百两块说，直接好了，你妈妈你看好了，来，我讲啊，三个人啊，啊，咱们看姐妹婚啊。三人客人，我包好你啊！我讲你无单咩啊？哎，咱来三包好咯，哦，等下整，等下烘，等下吹咯，安尼饼俾我哦，我唱，无恁食咩上啊？吼，那我就叫来，叫出来吼，啊饼未完啊，唔相信啊，来，我讲两下来，全部整两下，我来去拿，200元，200块啦，我无来收，哎，无来收啊，哎，我无来多讲，恁家来啊，食饭来，食饭来。哦，阿小台来，哦，阿婆阿叔啊，哎，即我无看到你啊，吼，来，嘿，阿来，即阿仔阿爷干掉啊，嘿，你不不干掉，全部人要吃干，爱该吃了标完，阿婆阿来啊，我讲阿只什么姜母鸭莲藕啊，姜母鸭沙茶完了，好不？只阿海鲜姜母鸭，爱吃了，我怕那边啊，我讲啊，最近惊姜母鸭起话就起阿四百块、三百块，哦，爱吃了，我要等一下都检查你那三个样子啊。哎，咱来无，我收啊，卖好只三百，一到二一变变，200块了，少钱咩了？200块，哇，200块恁来上来等一下，我讲啊，你按下五百攞请恁啦，好不？外口五百攞一红啊，起三四百块来啊，爱食咱来好不？只总共啊600块米啊，有加价，卖好三百要食，200块了，200块了，哦，200两，哎，啊，只红剩100块俩嘞，那我这边来200了。哎，我讲，全部阿我第一个讲，全部阿钱啊，最后一条200块，哇，老话话收牌哦，哦，阿无歹势啊吼，无话要付付要进来哦，200块了吼，好阿无付付要进来嘅，阿恁家落来洗啊吼，阿买进，阿拉食啥咧食啊，阿无要阿只八宝丸我来卤卤食咯，只八宝丸我坐两条咯，好无？两千啦，你话千块煮汤煮条白菜咯咯。我靠那边啊！我讲啊，自家人全部爱做方便啦，爱这边上面啦。来，爱食咱全部有台四个客人了，卖讲只或者只三百，你只200块了，好不？来啊，我饼饼完了啊吼，啊青菜啊，你只来爱饼啊饼完了吼，自家爱10块，你话只青菜半码或者只要爱只要500，好不？换200一条到少少啊哈，有台四个客人了哈，爱这么煎了啊。我比阿爸我要较俗一点，好不？有你食啊，四个客人呀，卖讲只300、200、500的，你食四个人客呀，开100了，100了啦，包好，我发包完，哎，一包好了，这四个头呢，来，给你吃呢，我唱我，哎，今日尽量了，尽量欢乐了哈，一包了，四个头，一包好，好不？来啊，姐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以后别加人啊，加人我都要送啊。啊！你又睇啦，诶，我讲上嚟叫你嚟解释啊，吼、哦，你来两个人，阿老，当然，通通入咯，嗱，你两个人就上咗五十楼，哦，上咗五十楼，五十块钟，拢好啲啦，啊，啊来啊，你挂你话头，你挂话头上嚟叫你嚟解释，五十块钟，嗱，你都做开你来去啦，收埋吼，啊，标完你名啦，吼，来，又啊唔平啦，卖平，对唔对？叫你变起啊，到，啊来，唔买来家啲贵鱼啊，野手，唔买来家啲贵鱼啊，野手，一个卖楼。村里老板，阿伯嚟呢？食下咧，我啊感觉足奇怪吼。来，快啲来只鱼大啊！哎呀，食鱼食嘛，过年时啊拢大鱼大啊！哦，阿伯只菜价，哎呀，我讲鱼大无匹薄，就是千家亨两种嘅吼。你只鱼大好哈，一只鱼拉四斤，哦，一斤啊上尾，你话就起你啊三百三啊二单。我讲啊，只四斤啊哈，我要甲你只检查下咩咯，好不？只我讲无点点钱啊，吼。全部是加两下，无啊哈，卖讲只500、400元，我招钱了呀，300块了，哦，有大块啦，哎，300两，来，我把你变条出来啦，我讲哦，全部加3万块呀，啊，加你啊，大妹，我讲这边你来只谁呀，谁样在银行做你干了哈，全部3万块，300，一到五零，200块了，招钱了，200两，有大，我会减无，啊，200块了，哎，我换200两嘞，来，收啊。嗯，来，我收牌。收，收，来，来，好，来出头，好出头，我讲看海参啦，哈，来，先暂停啦。我这边做生意面，你先点嘛，哈，我点啥我上来点，不介意吧？都不介意海参，这个吗？
这个怎么卖？很简单，好不好？三只五十，三只五十，为何涨？他被赔钱。我昨天喝黄酒就黄水啦，我喝啦，我十块啦，哎，我十块提钱，看钱也好看啦，我买五十块啦，五十块啦，五十块来给你啊，来记住，啊，小心啦，我这个相信，看黄酒就黄水喽，看黄酒就黄水，哦，啊，五十块等一下哈，等一下我这个卖掉的啦，来一手啊，黄酒手，我们不要加，啊，他们在台湾那边过关，还有哈，要喊东西要喊字哦。来，继续，来，又大，又大，等下杨阿叔说打针条啊，一斤带二阿伯，我讲啊，第三条哩，将四条哩，四条超过一公斤，行情价只又大，伊当超过300块哩啊，哦，等于真行拢上好食，我讲主食，卖讲三二第三号，我哩300块来，规个拢上好哩，好不好？三人个都行情好，100了，100块来，我又大来，我这后面我先不管相信，来人这边，哦，来人这边，动作快点啦，动作快点啦。做个裤袋啦，你啊，做个裤袋啦，你啊，鸡蛋，好看几多啊哈，来来来，哦，卖东西就这么简单了哈，你这个喊过去啦，啊，拢有啊，啊，讲，这是几多十块啦，10块啦，你听我出价开始在收啦，对，伊啊，紧的啦，10块，等一下，我是大概买到正常的，因为拿钱太慢哈，尽量快点下来。我上一句话了，给你保，再给你问题哈。这个银发老师讲三七零四五名跟两个炉，那边我先讲哈，这两天大概八大分名，只有肉跟汤，它没有青菜，所以要加炸的。妈妈我讲哦，要加挂青菜，哦，加挂青菜啊。一片我讲两斤蛋，我看你吃几多，拢爱鱼啊、河鲤啊、鳕鱼的，不贵哦。有啦，这银发老师。我今日只我互你准备试食，好无？啊，油肉拢食，哦，食养生咧，食高丸子的上阵咯吼。有只拢做互你哈，一路你啊，互你啊，两斤重，我先讲哈，我今日变车互你，做几点？好无？很欢喜的，我们再去讨论啊，好无？有小料啊，有小料哈，十包变车，人卖你啊，我花你300块，全部你是680。才一饼尔，爱几饼摕几饼，卖讲你要五卖300，唔免啦，有够人客，100了，100块100块，哦，爱几饼摕几饼，上下到你门等你出来，一包啦，哦，加了就可以，加了就可以哈，加加五包啦，好不好？五百六，我100块尔，我就两个欢喜啦，来，再去哈，买两饼来啦，来，好，你今天拢看钱啦，快点得啦，100块100块啦。哦，阿公切青菜就可以了，花生就等下再等掉了哈。这三个说是没有了哈，来，我们很有这个很有这个很稳固哈。100块，哦，我们这个上午进的这个花叶100块，另外我这些来，纯金两啊，100块100块，拿手手手内部给你是哪点啊？那收到唔对我讲哦，一点哈，有啊。啊你无啊，纯金两啊，我讲无啊，100块100块，你们怕广告对吧？打广告了，接下来哈，广告内容稳固哈，广告怕广告。啊你给我介绍，今天你们讲。我来讲话，话算你说我吧，我带你来话，带你朋友话，哎，下一个话啊，你要回家了哦，拜拜哦，啊，那好了，来了，拜拜哈，来了，来，好，这个拜拜，拜拜的哈，算你这个是红白的，好，来过听他另外的话，那个啊，这红烧鳕鱼豆酥汤说中国家，你有人会吃过蒜鱼吧？咱当然有吃过蒜鱼的，有没有吃过鳕鱼的？有吃过鳕的请举手。蒜鱼，捌食过蒜鱼，当有无？有人捌食过蒜鱼无？安尼唔捌食过蒜鱼，请举手。唔捌食过蒜鱼，那讲真个，你这料情是安尼有啊无？啊有哦，有没有吃过鳕鱼？应该有了哈、哦，很少的人没有吃过鳕鱼的哈、哦。来来来，好、哦，直接来抓头发，这一块我送给你们一千，给你卡，这农会请你哈，一千要70几块的哈、哦，来。豆酥红烧糖醋青椒小龙虾哈，这满四个你袂安不会记得妈妈，蒜鱼两斤。哦、我再讲今天无搭配，我跟大家学一些嘛吼。一种叫冰岛鳕鱼，一种叫格陵兰鳕鱼。啊，你要搞清楚哦吼。冰岛鳕鱼它有一个缺点，它当地的鳕鱼水会出水，那叫扁豆鳕鱼哦。即马市面上无人去卖扁豆，哦，无人去卖扁豆，卖出少的人嘛是有人去卖啦吼。我讲啊，咱卖这个格鳕，那阿姐你眼镜是戴真的戴假的？眼镜真的真的哈，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这边流血，它的产地是哪里？你帮我看一下可以吗？哦，格林兰哈，谢谢你哦。你的目镜是真，今个真地我送你。我讲哈，
冰岛的较俗，冰岛的较俗吼，冰岛若像这样大片就对，一条草在160左右就有了。可是呐，格林兰的比我讲哦，格林兰那边是拢超过200，哦，超过200可以。红烧糖醋青春，它大片出来就大片，这边够金水啊！这种饭店你用的格林兰选的吼，我今仔主教我先送去先回。你要吃吧，因为人客，我讲啊，爱吃蒜的人客，你当买这，我当买这就对了。那这两个行情的，咱遐吃到蒜，我7800块，哦，7800块。我你从外口小妹妹那边就挂400，哦，挂400块油台。我就加油台，加两台，加三台好啦，我这三台你怎么吃？哦，你怎么吃？蒜你我煮这么蒜，你吃到真多哈。三台行情的超过600块的米啊，我给他卖讲，哇，你我哦，上个月我破袂入息。啊，来遐四台拢爱赚6700超过哈。我要煮只三人的生油台，800、700米啊，哇，你600，你就无变他妈讲啊。有介人客500块给你开，我拼过了水，我卖500块你开。遐四台可你卖，我讲啊500块，你物价是谁个来对谁看卖？你是要往只算，往袂着，我摸不到哈。这首歌我送这首歌，哈。我自家三人的优待，一地剩偌济，恁家己去算。三人客都爱食德式人客，500块，我拼500块，叫恁阿算。吼、哦，一地都剩100块，再到5地叫恁来，一地剩100块给恁。哇，我收起来，我帮来，谢谢，来。啊，你表示讲你可能算你啊，因为等下我收起来，我收起来的话。叫一公分换10000块啊哈，来。啊，收起来，谢谢我帮。来好，啊来，搁要煮啥物啊？只能大家先点套酒嘛，哦，套酒我画一个套酒，正经要吃套酒的不会要吃，一个，啊，搁啥物啦？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我来套酒到买过无？到买过吼，到时就知啦，人给你买吼。你若按算要到用差，买两个用差，人给买买些。你去隔壁，阮隔壁你买小灯啊，足水的，买小灯来用差好食吼。这个话酒，一盘行情价超过1300块，哦，超过1300块，我买啰嗦，用差买买烘甲煎炉啊，烘哦煎。他用三拢做多少哈？微博发优待3分钟啊，今个卖1500，你啊花你500，今个卖500块，有介人给300块，算300块算来块，今天要吃你个，哦，我来讲明，今天要吃你个咧，就是300块算来块算看到，没没没，没没没，哦，这卖老人客啦，搁一盘我套你过来，哦，全部能盘了，哦，能盘先生来，谢谢啦，哦，来，拢做盘，你先生，你也先生，端凳倒个咧，你再搁一盘好无？我拼啊，解猪汤的药有没有？粉菜一样，我当粉菜为宜吼，来土兔一条哦，也带土方便。这块土兔我先讲哦，好嘛，你外口有钱无得当好买。哦，伊这土兔粗的较有哦，土兔只嘛无俗，粉菜底的一支土兔要300外，我400几块不见哦。这只土兔咱两块呀，好咱两块呀哈。这一块块都签到过半位啊，哦，别签签到过半位。这个红烧鲜猪汤拢上好食吼，这个是我们啊，好对大家，伊即个话讲嘛，有转哦，话讲嘛，伊经过加班，他只有落好伊吼，你等下先看嘛，哦，安尼叫一只好对，哦，伊只骨头薄薄一块，这个是规个拢包吼，规拢包哈。我遐只烧油豆，伊是只新人客，足济人客，都是来只旁边买伊啊人客，好对贵，多俗。我今仔后日等下食七头，哦，等下食七头，哦，食七头食落来。煎猪汤当中好食哈，起码是比中国吧，甲九星哦，甲九星较好食哈。起码伊外口餐厅你做暗食就叫妈妈无贵讲吧，他们讲我只能做贵拢餐厅用哦，无贵讲吧，一件食个拢话拢300-400块，一件然后300-400块就来哈。我今仔我讲，我恁等下食看卖哦，食看卖去，卖讲卖600，我500-400块，你开卖300块，你就买袂到这几块肉，相信我哈，这有台刀有无台无哈。我招只油台，有个人给200块，你开了好处。哦，200块你买块项链。谢谢大哥，多阿捌吃过无？捌吃过，你算是贪平吃看卖就对吼。啊，我先讲吼，好食面甲有气有气哦吼，有看着咱咧，无看就是无啊吼。只看几百只在看，等下。我话你食到欢喜的，吼，我你食到欢喜的，今仔无要算分钱。今仔是过年出来加班的吼，来过年啊！拜六礼拜，来，哦，
你一个欢喜。我袂加钱啊，我偌济我就偌济，就买车钱。我说好，等我吃。红烧煎猪脑做好食吼，也是这种。哦，卤腿白肉汤要买公卖，这堆拢做好伊。这若要算第一点，咱存款十块了，我小弟我真看唔知啦吼。内行的旁观的买双鸭子，这堆拢做好伊。第四单，我讲二十六七个客人，给我200块或200块的白肉汤卤，哦，我你等个吃欢喜。真正的白肉汤卤，200块或200块卤，包括都赶紧啦，哦，包括。哎，白肉我挂保险，哦，管理员做咧做咧咪啊。我做好伊，哦，卤腿啊，这堆。吃出头了，吃出头了，这还今年丰盛啊！我说好，两百块一堆哦哈，一个剩不到10块钱，跟你保个体重的老师非常非常好的哈。安尼存几人给你啊？我拼2万200块200块多，拢总有了哈。阿姐，我讲乖过来去处理啊哈。我讲啊，你做好对什么啦？不会嘛？做对主要做对主要地油哈。我地油个油价好，你等我去跑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没没两百，一百六，八百拢都好。啊来各位出山，我忘城好，这山我忘城好，我不会讲，我忘城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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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